有几个骑兵掌门，你回来了，快说说有何进展。掌门，你如此焦急，是否蜀山最近又有异变啊？不错，沿着蜀山雷鸣不断，参股雷电引燃树木后引发火灾，好在只是蜀山有此异象，众弟子身有仙术，尚可勉强应付。如事态继续发展，波及到山下百姓，便不可收拾。听清楚师傅的意思，主意打通地脉应该是先破后立的过程，异象应该越来越明显，直到最后打通一个地脉，一切恢复原状。否极泰来，终而复始，许可尽快才是。这次我下去已经打通了少阳山交和绝阴心包两条雷属性地脉，幸亏有不少朋友帮忙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。我稍歇息一晚，明天探路下一个地脉，真有不了多久就会全部打通的。咱们你就放心吧，要小心行事，不可太过轻信于别人。怎么放心？凭我的聪明机智，天底下能拼过我的还没出生呢。你蜀山的状况如何？跟蜀山差不多，唯一不同的是那里都是妖。你是否和他们起了冲突？那倒没有，他们看起来很平和，也不是非我族类就杀之后快的那种，我们小心应付还算过得去。一切小心，遇事要忍，不可意气用事。我这边也在找祖宗典籍，看有什么能协助你的方法。有查到什么吗？目前仅知我蜀山第一代掌门祖师曾经进过地脉，但其中前因后果已年代久远，已经不可查考。掌门请放宽心，我一定尽快解决地脉的事件。好，你先回家歇息吧。是，弟子告退。哎，我回来了，刚我朋友来过了，你见到没？见到了，见到了。爷爷已经安排在客房住下，他可不太爱说话，问他三句就打一句，可急死爹了。爹问你啊，这次顺利吗？他就那个样子，别管他。这次事情啊，非常顺利。我就说嘛，我就是上天派来做大事的那个人。是吗？好好好。也不知道爹有多担心。爹，你就是没长进。小时候我跟杂耍班子学艺，才出去大半年，你就担心的要死。现在我这么大了，我出去这么几天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这孩子没大没小，你还好意思提那事的事？你一声不吭就跑了，你知道爹有多着急？哼，谁叫爹不叫我仙术？我被那些小道士瞧不起。只好自己偷学一点他们不会的东西啊！哎，这次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？好烦哦！刚刚掌门说过一遍，我也口干舌燥，现在爹又问，就不会心疼心疼我吗？好，爹不问。爹，什么事啊？我到底多大岁数啊？怎么想问这个？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人家想跟我拜把子，可是我连自己多大都不知道。只好回绝人家了。你18岁，准吗？我觉得不止哎。那18岁的小道士都比我幼稚多了，是我亲娘告诉你的，还是他们留了字条在我身上？我爹娘是什么人？他们怎么死的？怎么又想问这个？小时候我问爹，你说我等我长大告诉我。像我都18还不够大，你可别说等我娶了媳妇再告诉我啊。人家说娶媳妇要合八字，我连自己多大都不知道，哪有人肯嫁？哎，那位温姑娘一直和你在一起吧。爹，你别岔开话题了，这倒是我用剩下的，再说人家是王爷千金。爹，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。哦，他爹是王爷？真想不到那姑娘大大方方，一点架子也没有，我看着就喜欢。爹，随便你怎么拖延，反正今天我要问的水落石出。哎，你是18岁没有错。爹收养你的时候，你亲爹娘都死了，看你样子就刚满月而已，所以是不是错不了的？但是这八字就难说了。那
我爹娘是什么样的人？我和你爹也是素不相识。那时我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过世，这你让爹怎么说？那爹，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服饰样貌？你怎么判断出他们的身份呢？对了，他们站在哪里？我去拜祭一下。他们站在很远的地方。也没关系啊，我会御剑飞行，你告诉我就好。爹养你这么大，待你如亲如同亲生，你为何要让这样伤爹的心？这又怎么了？爹也是婆婆妈妈的，我拜祭自己的亲爹娘，又不是不要爹了。等爹妈的事情解决后，我同你一起去。好，爹你答应了，可不许反悔，我要记下来。臭小子，就这么不信爹的话？我18岁，那不是属狗的、啊。跟属狗有什么关系？我用师父给的五灵轮能变成一条狗啊？不对不对，不是狗，是狼，很威武的。苏明仙人说师父一派的法术是这样，可我为什么变成狼，而不是变别的东西呢？爹，你说话，傻了。你真的曾经变成狼，没有记错？是啊，不过苏明仙人说的没有什么，用五灵轮可以自由控制，能变成狼，也可以变回来。爹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哎，怎么能不担心呢？希望咱们能找到其他方法，不能在那里涉险。爹，你可不能让我后退，我这辈子出人头地都靠这一次，要是我半途而废，不仅对不起掌门，对不起师父，又对不起全体蜀山派啊。哎，爹是怕你有危险。干什么没有危险啊？住在家里还会被游行砸到头呢。你去哪里？今天天气好，看看星象，也看看自己有没有危险，省得爹担心。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，啰嗦。奇怪，白天还是万里无云的，怎么晚上变 万里无云呢？哎，都是地脉搞的鬼，就算能看到星象也未必能做准。不过我除夕夜卜的那卦是一定是准的，地中有三千，君子以包多益寡，称物平施，说的不就是我现在做的事吗？还有九三，劳谦君子有终极，相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，这事情做成功了便万民服也，一定不会错的。爹一定说还有很多事瞒着我，长青掌门应该也知道。他说找什么典籍，一定是去金库，说不定上面有记载关于我爹娘的事情。 OK， 不得掌门果然是在这里，我要进去看看。尾随。是雷元哥，他想干什么？难道有什么企图？坏了，不行，我跟他进去了，万一被掌门发现，我就说看到他有人跟着掌门，我不放心才跟进来的。对，就这么解释，就算被发现也有说辞。金库下层，蜀山仙剑字任成年记，我还以为是任成文呢。任成年啊，正好是我出生那一年。看看，在这里，据报东北妖气大盛，和杨长老携弟子20余人前往石村探查，见昔日女弟子失断身亡，其夫尸身被异妖掳走，此妖素乎来去，未与交手，其妖气。甚是年前出逃锁妖塔之狼妖赤炎，然其貌不同，且年内锁妖塔并无异状，故是否为赤炎则不可考，失乱一意子交与弟子长期抚养，诸般因果魂不可解，悬而成矣。这个是我娘叫失乱，我弟是谁？那个赤炎为什么要杀我爹娘？我娘为什么要离开蜀山？还有这个石村到底在哪里？一年前出逃锁妖塔之赤炎，一年前是辛卯年，
我找找。诶，没有啊，怎么单单缺这一本？先上去看看再说。19年前，子轩与我弟斗逃出锁妖岛的蓝妖刺眼，那时他突然变身，功力并未增加，但样貌大变。但是奇怪，很是奇怪，但最终还是被我们投入锁妖岛，同时四段失踪。1年后有了孩子，一妖杀死他夫妇，又掳走他丈夫的尸身，这妖又疑似刺眼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赤炎怎么从锁妖塔中逃出来的？又为什么要杀四段夫妇？难道说，子轩？难道说这一切不是巧合？无中糊涂，你替我解毒，而有了肌肤之亲，这一切都是你精心安排的。子轩啊，子轩，你何苦如此？我何德何能令你如此？这十几年来，我有心凭吊，却连一处坟印也没有。我有心追随而去，却又不知去向何方。眼下蜀山又是一劫，待此劫过后，我立即正衣求去，再不理会尘世。心已厌倦，身却不得不尽染红尘。子轩，何苦你将你修为给我呢？修仙非我愿，蜀山壮大亦非我现在所愿。言之半百，才知心中真愿，半生皆错啊！子轩，纵然你能谅解我，我自己又怎能不悔？谁？出来！再不出来，休怪我无情！哎，掌门，是我，是你啊！喂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你认识他？是啊，他是我朋友。谢。为何突然对我出手？我以为你要伤他。你这家伙还不是一般的笨？他是徐长卿徐掌门，蜀山掌门，怎么可能伤我？一直跟踪我的人是你。是。你想干嘛啊？不是告诉你蜀山规矩很大，不要乱说乱动了吗？你没说过。阁下跟踪我意欲为何？你不是普通人，阁下也不是。我是哑巴。我们以前见过？没有。喂喂喂，你好奇心未免太强了吧？掌门不是普通人又怎么样？这也是蜀山欸，蜀山掌门当然不是普通人啊。我不知道，抱歉，误伤阁下。南宫，你带他下去，找人为他疗伤。
是。抱歉。哦，原来是误会啊！快带他去歇息吧。哎、欸，长青完全不追究这两个人呢、欸。嗯，人真的是蛮 nice 的。刚刚是长青的告白吗？固执长青，怎么谢我？谢什么？这少端算，给我说实话，你到底为什么跟踪掌门？好奇。别顺赶爬啦，大大心照不宣。我在掌门面前为你打圆场，是怕你万一有什么问题。我因为带你上蜀山，我受到牵连。谢。我问你怎么谢我？你死了，以后就知道了。哎，远哥，你这猪头！我当你是朋友，你就想耍我？什么叫我死了以后？你说清楚啊！不可说。别以为你受伤不能打你。你诚心谢我是不是？咦，他说的是实话。他平常都是这样呆头呆脑的。看到意义就会变聪明。那你说咱们是不是朋友？是。你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，对不对？是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哇，你气死我！你会不会发誓啊？发誓的时候要说奴诺为誓，会遭天打雷劈而死。死后上刀山，下油锅，永世不得超生，懂不懂？那些对我无效。OK。你，哎，也罢，看在你受伤的份上，我也不和你计较了。伤得这么重啊？一般，肋骨断了。你躲过了吗？要不要找人抬你？腿没断，靠北啊！可恶，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什么？你诚心欠我是不是？我不认识你上，我不认识你上辈子。你别说话了，看见你说话我就有气。你怎么可能看见他说话？他嘴不会动，你只能听见。滚，死鸟！你们俩气我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这怪人，不行，他身上有伤，脾气有古怪，我要跟进看看，别出什么差错。你好好休息啊，等天亮我找人整治你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你不让他说话的。行，你一辈子别说话，你，哼，我回家睡我大头觉去。哎、欸，再见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你叫他，人家不要说话，然后又叫人家不说话，然后又在那边生气。回来啦，怎么这么晚？我累了。好，那快去睡吧。昨天晚上出那种事，也不知道咱们怎么样了，还是先去无极阁看看吧。老爸怎么不见了？雷元哥怎么不见了？陈浩，我属性地脉不知被谁打通，因此蜀山上出现气候炎热、岩浆涌动等火系异兆。此次雷属性地脉打通，蜀山则出现雷鸣电闪。天火自然的雷系异兆，以后每打通一个地脉，异兆便会增多，直到地脉全部打通，方可恢复原状。如此说来，这打通的地脉也是要速战速决，以免夜长梦多。
不错，其他事情都容易解决。唯有锁妖塔是大患，地脉异常越剧烈，锁妖塔就越不稳固，塔中妖孽力量越强，需得严加戒备。上仙所言极是，晚辈加派人手，日夜巡视。此法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。愿闻其效。锁妖塔之所以能困住妖孽，一则靠化妖水，二则塔本身具有极大的武灵之力，可遮罩外界武灵进入塔内，令塔内妖孽无法增长修为。但若外界武灵之力大过塔身武灵之力时，则塔身的武灵之力有可能为妖孽所用。这道理如同水向低处流。正是十几年前锁妖塔损坏灵力流失，以武灵族之力可以弥补这个道理，只要保持塔身灵力大过周围便无碍。但这种禁锢方式毕竟危险，不知上仙有何良策。我此方领神界旨意前来，便会改造锁妖塔，希望能用更稳妥的方式，可以一劳永逸啊。如此甚好，但不知上仙有何差遣，尽管吩咐。我要进锁妖塔一探，上仙请便。还要这位协助我？正是，地脉里离蜀山的状况，请多多知会于我。此变动事关蜀山和人妖两界，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，不能草率行事啊。好，我知无不言，言而不尽。这位南宫小兄弟年纪虽小，但是行事老练，应对得体，实乃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蜀山人才济济，学长们治理有方啊。上心过奖，嘿嘿，还是苏明先生有眼光，不要停，继续说啊。南宫兄弟今日是否要再赴地脉？是啊，刚听了先生解释，得要尽快才行。金玉成其事，必先立其器。这门水镜你拿去，好好研读吧。多谢先生，掌门，苏明先生，我先告辞了。又夸奖又送把握，那个真好人啊，我看他越来越顺眼了。嘿。小心啊，南宫华，你这种人最容易被骗了。去吧，多加小心，遇到困难不要蛮干，先回来商量对策，知道吗？是，弟子明白。那个人猿哥就让他好好在蜀山养伤，不要跟你去了。是，弟子还要加紧打通地脉，告辞了。刚刚不是叫我去锁妖塔吗？雷元哥嘞？好，这个草在这里哈。
和花花种，就这样。阳明百纳一啊，忘记叫上小旭妹妹了，都是你不好。什么我不好？是你忘记提醒我。为什么我提醒你自己没有脑吗？我脑子都被某个人给我气塞爆了，哪里还有地方放别的、啊？你少胡说八道。王哥哥，温姐姐，终于赶上了，你们走好快。怎么这么巧，正说你了，你就来了。不是说好今天上山找你们玩吗？怎么这么快要进地脉了？没有办法啊，雷属性地脉打通之后，树上异变更加剧烈，掌门怕影响到山上的山下的百姓，所以要速战速决。哎，雷大哥怎么不在？对哦，傻大哥到哪去了？你还真迟钝，现在才来问。他昨天晚上被掌门误伤，我在蜀山养伤了。啊，怎么这样？谁知道？他说以为掌门要伤我，所以攻击掌门，结果技不如人，反被误伤。那就是这样啦，少根筋。不过人家是好心，你也不该这样笑他。我哪有笑他？你少胡乱打抱不平。哼，我还不知道你嘴上没笑，心里偷笑。啥？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？能看见我心里笑？原来你平常这么注意我啊，嘿嘿。你，王哥哥，你刚刚不是要速战速决的吗？我们要抓紧时间才对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天下安危系于我一身，我可不能让妇人女子拉我后腿。自大狂，没有我帮忙，你早被妖怪吃了。哎，啊，怎么两个？没事，不会了，一个储存点。各位，迷宫开始。